那中国这次北京的疫情呢，我们不能认为是秋冬季的第二波，而是我们最早讲到中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抗疫，在国际范围内是做得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大多数地区呢，它的疫情是接近零。所以这一次呢，北京的出现的疫情应该是一次比较突然的一次小范围的一个小范围的一个爆发。现在但是爆发的力度其实目前还是可控范围内，所以这一波疫情我们还不能认为是第二波的来临。所谓的第二波一定是要形成非常显著的波峰，然后呢有一段时间的蔓延，然后再下来。所以这一次北京的疫情应该是一次出乎大家意料的一次呢小范围的，现在还是一个就是目前在可控之中的一个疫情。